背14公斤上坡的感觉如何？爽！大家一起来背14公斤吧！一定要推的，一定要推！对，太棒了，有这么棒的那个队长，对我都觉得我办不到。对啊，我们这样慢慢走还可以，我们这样慢慢走就可以走上来啊！真的，真的蛮棒的。慢慢走，谢谢队长。不要调呼吸，不要调呼吸，要调呼吸。不要呼吸，不要呼吸。我们芥末丝要上嘉明湖，被雕主揪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。我们今天已经迟到了，希望能预定时间抵达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然后今天天气超级好的。一路陡上的芥末丝，送你美景又有陡上，来发表一下感言。沿途很凉爽，是上好走的路。路基如何？也蛮清楚的。对啊，就是沿路绑布条都不会迷路。对，还可以自己创很多路走上来。这一段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危险跟累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往美拍，美照，哈哈，秋彩云的，三 K 喽，然后这是交叉点，我们想要选左边走。现在肚子饿了吗？好饿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吃饭了，感言感言。终于到了，感言。吃饭，到了哦，到了。有哦，放饭放饭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你们从你们来开始许愿，就希望明天那个嘉明湖可以出大景，好的，可以拍好照片。谢谢把愿望用给我们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可以爬更多的山，这样。第三个是我自己的愿望。好，偷偷。I'm gonna take a day. I can make you wanna go, never make it out. He's never figure it out.
加油，努力，加油。接下来要上坡喽。上坡喽，好。真的是白痴，赶快。再一 K 就到了。再一 K 就到了吗？真的吗？假的。恭喜队友来到嘉明湖避难山屋。Hello， 终于到了。真的吗？终于来了。耶、yeah ！终于到了，好累哦。哎，我们在讲别的。哦。你会觉得可惜吗？厕所在哪里？哦。避难山屋。哎，你们在这里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呼叫你大概100次了吧？对啊，不想听啊。我说要跟你说好消息。先锋部队到加比乌比亚州，有什么感想？就耶而已哦。啊，要说什么？先锋部队。先锋部队。他刚刚吐了。你刚刚吐了。对，虽然是先锋，是第一个来吐的。真的。